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が殺人犯です。逍遥法外嘅连环杀人犯公然出版自传，一夜风魔全国。藤原龙也、伊藤英明连续三星期日本票房 number one 话题作，冲击性结局无比震撼。11月30日，22年后之告白，我是杀人犯。22年もかかったんです。